我破病的时阵，才想到照顾这件代志，会用的提早准备。爸妈常担心身心障碍的孩子未来没有人照顾，政府有双老家庭服务，会有社工陪您一起讨论，安排孩子未来的生活照顾。照顾安排，及早准备，我们一起接力陪伴。服务咨询专线1957。